东方有一条桥，它的名字就叫长江。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，它的名字就叫黄河。虽不曾看见长江美，梦里长生有长江水。虽不曾听见黄河传，澎湃汹涌在梦里。准备了啊！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，它的名字就叫中国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。巨龙脚底下我乘船，长城以后是龙的传人。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，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。再来一次好吗？我看哪边的掌声比较多，这边的朋友，火力上天，拼了，疯了，很棒。这边的朋友，我们不要输给他们，好不好？这边的朋友，祝愿你们拼了，疯了，全场的一起来，好吗？巨龙你擦亮眼，永永远远你擦亮眼，永永远远你擦亮眼。火力带天拼了，轰了，准备。你们大家身体好吗？谢谢。大家身体好不？回答我三声好啊！我说祝愿你们的身体。吼吼吼！你们跟着喊。吼吼吼！身体不好就不要喊啦、啊。新加坡的朋友，祝愿你们身体。掌声不要停。新加坡的各位朋友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们的掌声的鼓励。如果没有你给我掌声的鼓励，我在台上唱歌没有力气。早就听说新加坡的朋友们非常热情，非常文明。于是我就从中国来到这里，带上几首歌飘飘心。新加坡的朋友们，我衷心地祝福你身体健康，万事都如意。刚
感恩有恁的呼声哈，感谢哈，会使吼，因为我是福建人哈，我唱的福建歌也较侪啦哈。晚上我还有空中飞人，阿兄，感谢你的红包，谢谢谢谢。你也是福建人啊？我五年啊，老大我该加微博。可以，谢谢，哎，感谢，谢谢哥哥你们的红包。上一次我到印度尼西亚演出啊，那边红包也是很够力。真的，我去那边演出，一个老板上台来包了1000块给我，哇，我开心的要死。哪里知道我到机场换的时候，马币几毛钱呢？啊，开个玩笑啊！哎呦，很厉害喽，要比赛。耶，真强喽。无啦，厦门人啊，福建无。我不是厦门的，厦门的。我在你厦门啦。啊。我无门啊。我伫个当初都无门啊，无门你吧。我听讲你是有路无厝转啊，你明白说叫无门。我说你的老婆跟人家跑了。你跑！我滚啊！我是听你讲的。你个笑话，你听伊讲。我哪有讲？你拍一条红条给我。无，我有听伊讲。我是讲伊叫我高叶波，叫我高，你卖阿罗兰来啊！哦，是啊，你啊。你真的不想活了？这么久没有来新加坡，你在台上就得罪我。你知道我怎样讲都是歌台的几个？什么歌？一个还是二个？一个。歌台昂哥。没有，你很棒，因为呢，我在马来西亚有演出的时候，有听过你的名字，真的七仙火火了，江西人啊，来到多位啊，有夜卡。啊！你翻工就讲哦，对不对啊？头先你表演者，我头先已经跟你讲，哇，转啊转啊，我嘛会晓。有影好，来，大家抱一声鼓励就好哦。特别我李大定会当表演这名家，因为你已经表演了，我无必要搁再表演。我表演好，你无事，你无病，对不对？什么无笑？我每天地处本是怎样转啊，怎样我会转，我每天地处转啊，我还不得他转啊，我在你吹啊，你没泪啊，出来没泪啊，出来，明白吗？厉害厉害、欸、你给我刮球吗？啊，还有没有歌舞？我有很多、哦、我等一下还有空中飞人啊。空中飞人你们想看吗？想看的话这掌声好像只有你没有，你还有几首歌，因为我们没有你的节目表，明白吗？没有我的节目表这样子。不是，我们你有你的名字，我们有一首，唱多少，我还有两首歌。因为你来到现场坐在里面，我让我听那个恐怖分子嘛，那给他挖你。我跟你讲，还有几首歌，还有两首歌的时间。哎，两首什么歌？一首是福建歌。什么歌？老师。你可以走落去，伊就知影。啊，安放两首，但给空中飞人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空中飞人，你是按照表演。不然你给我顶了。王雷都被我撞过，啊！你们看 Facebook 都看到王雷。你小王雷是王雷啊，王雷 KNN 我就回 KNN 啊。不是，唱的是唱歌，来，空中飞人，来。啊，空中飞人，我叫 Mistake 啊 ，Mistake， 难道还没得听呢？接下来哦，来，我们接着你的道具在此。还没有。接下来我要模仿阿杰了。还有。哦。阿杰了。哦。哦，前面龙没跳哦。开玩笑啊。开玩笑。来到新加坡，应该表演好一点的。听一下啊，试一下。Oh,
摆卡吼，你阿这阿姊送阿爸好吧？对啊，阿新阿伯人心真好。哇！全场掌声如雷，真的是不愧是我们的过江猛龙。我们直接来你的空中飞人，是那个压箱宝。空中飞人，问题是那个飞的人还没有找到。不用再唱了，好，你啊，我这里还有两首歌，你先唱着，就不要再唱了。你表演空中飞人，因为你的歌不是说很好，明白吗？哎，特别嘉宾嘞，歌不是很好。不是哈，今天这个调啊起高了。什么那个调？调。音调啊，音调，有时候讲话讲清楚，音调去叫什么调？你们这边叫什么？叫什么？音调那什么调？你刚才调吗？音调，音调，吓我一跳。来，那这样子的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我要没有歌了，空中飞人你不会听啊！你跟你讲你的歌不好，不要再唱了，空中飞人。哇，听了，人家的歌很好的。来，来这样子哈。怎么样飞？你要选什么人飞？哎，不要选我。这样子，我就跟齐贤。哎，不讲，好不好？齐贤，齐贤尿酸了、啊，尿酸了、啊啊，不适合。我不是尿酸，那你是酸尿。我没有买保险，说不要你选那些有保险的。来这样子，接下来我就跟这个空中飞人啊，这个空中飞人哈、哦，你音乐哈、哦，很危险的、啊，给我炸起来就可以。空中飞人他表演十次哦，失败了八次哦。他今天第一次表演。哎、欸，你的叫谁上来？帅啊！哇，我操，真的，没有人嘞、欸。Kelly 姐，应该是你啊。有啊，准备了啊。哎、欸，接下来这个节目呢，先给我们表演是空中飞人，先由我们的虎队的阿豪跟我一起来配合。那这个节目，我也希望每一个朋友，你们的激情，你们的热情，给我大声一点，好吗？谢谢。掌声，鼓励鼓励，上天！阿豪，带着百般不愿意的心情。爱我爱我，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？我们去吧。走吧。时间转眼就过去，这有什么事要交代的？一路走好。只因为我们还在，先留在眼里。你要用椅子还是？张开手。需要多大的勇气？还是现场有人愿意自告奋勇的，我们也欢迎哦。有没有一声？有没有两声？我们想要的明天。有没有三声？好好的珍惜，好好珍惜。兄弟，好好珍惜。我们不一样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，你是哪位？我们走兴旺。你站上来比较安全一点。得看是不是前世吧。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，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。前场的朋友们，你们的尖叫一声，尖叫！掌声鼓励！哇！
真的真的，掌声好不好？哇，哎，真的真的，他现在是没有事情，一打包公公。你刚才拿这么多红包，给他一个红包不？有很多。你一定啊！刚才我拿了。要给他一个，他晕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晕了，不用你讲。他刚才还打电话给孩子 boy 啊，你要好好的，爸爸要去转了。你们觉得好看吗？好看。有两个人还要看吗？两个了。老师帮他关麦好不好？我们可以请他下去了。没有，还要两个人呐、啊。两个人。笑得动了，你动。下掉。好了，下次我们再见。留一首，明年再来。还有更精彩啊！谢谢。